屁股早就想要存款的野心，我实在不应该献红本金国瑞给他。哼，对了，王爷，你将那本红本金国瑞放在什么所在？你请看来。是。上是一个舞蹈，但你乱看，我是要等到什么时阵才会出头？对啦，你若这时阵来应付嘞，这真危险，你知无？我知，本来这不对，就是要探查林世林，伊总是叫外国公抓去。林世林是不是中国公李恩的囝？我唔对，现在人是对你紧甲我讲好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。李世民哪有可能来抓你？李世民已经向阎罗王报道了。以前靠着我国公。李杰，你真好大胆，敢私闯本府，王爷，看，这是。姐姐，我叫国公，你退是多无？十天前你约我，十天后来才回你，不准是富用。你怎样看到这来讲，不过是串户的？李杰，你真不识抬举。王公本来想要好好提拔你，想未到你怕是乌门公主，当个鬼王老太子，私闯皇宫，敢讲你无罪证？王妃，这是天大的误会啊！这是刚我是伫街路上看老人，哪会三更记着王妃、王大将军记着我，就伫甲我抓，莫名其妙我才会逃走。
通过锁入皇宫。啊，我若锁入皇宫这件代志，我是安怎样，哪会阁锁一只嘞？李靖，李靖啊，变改，怕死人讲你无，私吞皇宫讲你无对。那哩，我问你，今仔三更半夜，你私吞本府，甲我的弟女上北园讲话，这交应用家父，你要如何解释？我国公，你严重了。人讲破海姻缘啊，辛辛苦苦饲你十八年，互你食好穿好，而且拢真正做老大互你带，但讲而且这样疼你，啊，甲你种袂起的心。Thank you.
恁两个给我听好，要叫三英伊甲李正斗阵，我做袂到。你想死？你敢死的落心心？敢讲你人心葬送前世的老母？我反正来讲，你每天所咧叫的姨娘，就是你的亲生老母。你若要死，只卖冤死啊！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姨娘，我的你就是我阿娘，你就是我阿娘。我这个孩子，你别乱动。听讲你先甲恁细明拍死富文公主，因两个人是街路被人追捕，
结果你说明行踪不明，之前在紧急的情形下窜入皇宫，窜入皇宫，哎呀，怎样？安尼变做？苏妹，我不平话都还没讲完，你哪会这紧张？你继续讲落去。紧张啦，阿来先啊！后来才听讲，李生已经安然出入皇宫，强哥为着要找找李世民，伊目前还阁占据中安的客栈。那安尼，李生甲李世民之处，唔就已经建立真深厚的感情？